你惦记着我们这老宅得有好多年了，啊，托人给我传话好几次了嘛，我是不是都每一次都具体的回答过你了？时路艰难呐，梁记生意也不景气，日子难熬啊，我只是想帮帮你，帮帮你嘛。梁氏老宅是梁家人的祖宅，是梁氏一脉人。 立身在澳门的根基祖业，不管咱们再苦再难，他是不能变卖的。如果变卖了，我就是一个不孝子孙。更何况鼎文现在在经营梁记炳家，日子还算过得去。您今天如果是来道贺的，那咱们就接着喝；如果是来添堵的，那就对不起，那就请您回喽。 不是，你梁家上下这几口人丁，也撑不起这个大宅邸呀，是吧？答应转让吧，我出高两倍的价钱，啊！我再告诉你一次啊。 梁氏的祖宅是在供奉梁氏祖宗，堂屋里头写的是梁家的祖训，有信，有心，有信心。什么叫信心？一个人在再艰难困苦的环境当中，都得让自个儿站起来走出去，这叫君子。 你就花再多几倍的钱，我也不该把它给你呀！哎呀，不要激动嘛，老梁，你不要太激动啊！咱们退一万步，即便你这个杏仁饼卖的再好，要应付这个大宅的开销，也是左支右绌，捉襟见肘啊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看看，诸位都看看啊，多好的大屋啊！这梁柱。 这雕工可惜了，多年失修啊，看得让人心疼啊！老梁，你这是辱没先人呐！如果这屋在我的手里，苟我苟我，苏耀庭，你信不信我揍你？阿五，阿五，别乱来！宋哥，啊好。 苏耀庭，请。你再想想，我苏家在澳门这么多年，这里的一草一木、码头和街路，都和我苏家有密不可分的联系，也包括你这座梁家大屋，早晚都是我苏家之物业。出书，太出书了！ 三观邪见，就养出你们这群畜生的人。苏耀庭，人不能为富不仁。我也说一句，人不能穷，人穷志短。你帮穷街坊，跟我谈什么仁义道德？也配？苏耀庭，你个王八蛋！阿五，你回来！阿五，忍忍，你回来！苏耀。 不生气吧，不生气，大家都不生气，不值得，不值得生气。妈，妈，妈，你醒醒！爸，你没事吧？爸，哦，吃吧。哎，怎么了，林哥？ 爸爸，昏迷进了医院。啊，淑儿，等一下，妈妈把门从外面给你锁上，你不怕的啊？看着弟弟啊，乖。
怎么回事啊？我这是到了大屋才知道出事了。梁波他没事吧？孩子做手术，这个苏耀庭真是太不像话了，非得挑今天这个日子闹事，他这就是故意的呀。这个苏耀庭，我跟他没完。哎，老吴，你别给我跟添乱了。老吴。 危险期终于过去了，阿庆，家里两个孩子还小，你快回去照顾他们。嗯。阿武，你回去帮大嫂把桌椅、杯盘都收拾收拾。哎，大冠，你也早点回去，我一个人在就好了。大哥，我跟你留下来照顾吧。 小妹留下来，我先回去了啊。 文哥，你听我的。不，谁家都有难处，我还能站着看笑话不成？走了，文哥。哎，阿武，阿武，你干什么去？你来的正好，跟我一块儿去苏林他们家，咱评评理去。哎呀，你能不能不给文哥添乱了？大冠，有一个事儿我一直不明白。什么事儿？你为什么这么胆小怕事？我还有事要问你呢。什么事儿？你能不能不总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？拜拜。爸爸什么时候才能醒啊？爸爸腹大命大，一定能醒过来。当初大嫂都要跟苏林结婚了，苏家的喜帖都下了，大嫂领着跟你跑了，这么多年过去了。 站住！干什么呢？我找苏耀庭。找我们老爷，你有预约吗？老子这辈子就不知道什么叫预约，没听说过。苏耀庭他在不在？我们老爷不在，走吧。干什么？动手是吧？打伤了你们不负责任，听见没有？你试试看，今天谁伤了谁还不一定呢。哎呦，总督府老子想进就进，想出就出，别说你们这破地方。不是。
这是，这个档口你怎么又惹祸去啊？我把那姓苏的给揍了。哎呀，谁揍谁呀？这是。他们物价降不贵呢，他们十几个人能了吧？你这就是鸡蛋碰石头。什么呀？跟你说，你就会说风凉话，你什么都不干，除了会说风凉话，你还会什么？好，我不说风凉话，可你斗得过人家苏家吗？ 我这仇给他记下，我早晚报仇。你就过过嘴瘾吧，你就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晚上这个事儿，你不许跟别人说，我少没影春王。我不跟别人说，你是傲骨影春王。哎呦，我跟你说啊，他们人多，要不然我傲骨影春王。是是是，你是影春王。哎呦，你整成这样，我看你是挨揍王啊。疼不疼啊？疼。 我去医院。阿琴啊，哦，你是怎么了？没事儿。家栋病了，我要带他去医院。淑儿，你照顾一下好吗？哦哦，放心吧。好好。嗯。大嫂，你们慢点啊。阿琴。 家栋呢？家栋呢？医生说他得的是过敏性紫癜，这是会要命的呀。大哥，大嫂，怎么办呀？爸爸还昏迷不醒，家栋也得了重病。哥，医生说一定要交钱才给治的。小妹，去照顾爸爸，我去找钱。 各位街坊，都听我说，文革有难，咱们可不能看笑话喽啊！这些年文革经营良济饼家，每天这第一炉的杏仁饼，咱们都不能白吃了呀！大家伙看着帮忙凑合呗。对对对，阿文是好人呀。 我们不能看着好人遭难啊！那我先带个头吧。谢谢阿公，我一个月不吃菜我也要帮忙阿文，我没少白吃阿文家的杏仁饼。哎呀，谢谢阿婆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我提风哥谢谢你。